呐！啊，如果你只能选一个风哥跟白发，要选风哥跟白发，做你的表哥哎，做我的表哥啊？当然是风哥啦，他比你大嘛。白超是你的表弟啊，好不好？嗯。可是要做你的伴侣呢？如果在其他的老公，我们的其他三个老公团里面，这你是说，如果四个老公里面要选一个？没有四个，我已经死了。没有四个，我已经死了，只有三个。对。嗯。让我想一想。我想贝尔。对，你会找贝尔。对对对。什么原因呢？他比较搞笑，而且他也会很爱包包的那种爱，你觉得也是羡慕的，羡慕。好，还有他长得比较老实一点。哦，他说风哥不老实。没有，跟我比较。跟你比较，就很多人都很老实了。实了哎，如果我死了。娜娜，你肯定是娜娜哦，娜娜，娜娜不算哦。那你觉得我会选谁？我觉得，其实我也选娜娜，但是如果不是娜娜不算了，我觉得你会选子怡。聪明嘛，可是跟你其实蛮那个感觉蛮像的，都是其实都是很厉害的人，很厉害的人。因为我已经试过厉害的嘛，所以像。抱抱的那种，好像很搞笑的那种，有没有事？你已经很搞笑了。我已经很搞，一起搞笑不是游乐园一样吗？每天回家。也有可能啊。我的快乐。哎呀，好喜欢这种感觉，一山傍水炒菜。